Hello， 快乐大本营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迪丽热巴。当你们看到这个视频，就知道高伟光的队一定是输了。那现在呢，我要给大家出一个难题，其实也是给高伟光出一个难题，就是让高伟光唱一段《好运来》。那具体他的唱功怎么样呢？我也不是很了解，大家现场就来给他评评分吧。